为什么？我们到三叉路的时候5小时，对，5个小时。5小时，你加哦，对接对对对对，3小时8，对对对，16个小时，对，没错。哎，所以我们也没有比人家厉害啊。对，人家他刚刚那个计程车司机不是说一般人是12个小时，那个是状况不好，我们今天状况不好，但是你状况不好，但是我状况很好啊，对啊，然后我，但是问题是，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。对，我们这样可能真的是18个小时，嗯，最快要16。好了，反正我们火车票已经订了，房间也订了 ，OK 了。这边就是那个啊，他们那个搭营的地方。这里，3个小时就会到营地，3个小时就会到嘉明湖了。